手拿什么？新派三支刀、菜刀、剃头刀，还什么刀？太极拳、太极刀、太极刀。哎，那这个刀的功能是什么？太给我掌声吧！太极刀打太极拳，有益身心健康。好，那我延年老化，延年老化。那自我介绍叫什么名字呢？开始叫做詹秀玉，詹秀玉老师啊，老师，您这一团练多久了？遇到的什么状况？在练习的过程中，我是靠三十几年，三十几年，掌声鼓励一下好不好？跟我的年纪差不多呢。来修心养性，那他会改变身体的什么的太极拳？我的身体健康都没干哦，没干哦，把都有个代志，把都有代志。那是在礼拜几？我们礼拜三下午2点。好，我们礼拜三下午两点邀请我们所有好朋友一起来给我们秀玉老师打太极，你够喝吗？掌声鼓励，谢谢秀玉老师。掌声鼓励。